为什么期望薪资是4万5？因为我两个小孩是读私立的，然后老婆呢有，我有时候想说要让她过好一点的生活这样。那我之前大概是20000多，那我希望来这边，我已经突破自我了。你知道，中年，然后要再转换跑道有点难，那我也不想委屈自己。我觉得要有一个数字，让我可以在我的兄弟面前值得说嘴的。姓名是老 A， 为什么叫老 A？ 因为我店长叫我老 A。对，才45。好，才45，谢谢。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间店面试？因为我做了表演，没有做过其他的工作，然后我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就来了，这样试试看。那我很认真，我很认真。你来面试前有喝吗？哎、欸，这是几？什么？这是几？9月了吧？为什么期望薪资是4万5？因为我两个小孩是读私立的，然后老婆呢有，我有时候想说要让她过好一点的生活这样。那我之前大概是20000多，那我希望来这边，我已经突破自我了。你知道，中年，然后要再转换跑道有点难，那我也不想委屈自己。我觉得要有一个数字，让我可以在我的兄弟面前值得说嘴的，4万5合，我觉得我值得这个数字。你要不要卫生纸？没事没事。你是电视笑话冠军出身的嘛？那你要不要讲笑话逗我开心？我想一下哦。很久没有补充笑话了，这是我们中年男子的心声。因为中年男子他就全身负伤，然后去找医生，然后医生就看到他说：“哎，你平常应该做一些很危险的运动嘛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做什么危险的运动？”他说：“我对老婆大小声。”那我会被录用。会录用，让你开心一点。好、哦，谢谢啊。谢谢。那个薪资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非常好，是最便宜的。可以，我是最便宜的。对。你有看到我放在这边那一瓶酒吗？我还闻到了。哦，好。可以。因为闻到有先后嘛。对。